ABC Cooking Studio 的课程主要包含料理、甜点、面包三大类型的课程，希望借由推广手作料理来传达饮食的文化跟价值。那 Epson 标签机正好帮我们解决了文件处理分类的工作。使用了标签机之后，每一个食材还有锅具都可以让我更清楚。食材上的话，它就会标示上说盐、酱油、沙拉油，它的是哪一个个名称，各个产品我都可以很清楚的了解。那锅子方面的话，它也会贴上了甜点用的平底锅、料理用的平底锅，还有汤锅这样子的名称，这样的井然有序的管理方式，让我不会拿错加错，更有安心感。Epson 标签机可以帮我们快速的制作很多大量跟不同类型的名字标签。Epson 标签袋具有防水的功能，我们可以直接把标签袋粘在食材分类的容器上，经过多次的清洗，也不会因为遇到水就脱落或者是掉胶的状况。做这些料理的话，有一种就是从头到尾自己完工的感觉，然后会让我感到很幸福，然后可以给家人吃，然后家人可以吃完的时候有一种开心的表现。Epson 标签机有很多的款式可以选择，例如说缎带标签、花样标签、盒子标签等。那这种很多的图案跟里面内建非常多的字体小图案，可以让同学自由的搭配放在自己的作品上，满足了很多的同学手作的乐趣。